200米外发现敌人，俗话说得好，再一再二不再三，机会已经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这个结果你可满意？看样子队友就在附近，不然也该束手就擒了。没用的，来了已是送人头，封烟了。我做人很公平，也给你两次机会，是生是死自己决定。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战略性撤退并不丢人。咦，竟然贼心不死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平时拿狙都被人说是拿了一根烧火棍，其实那只是一种假象。上天自有好生之德，我又岂能把事做绝？前方有危险，你们说对不对 ？RPG， 苦守据点大半天，非要等我离开据点才来。下次送快递记得早一点。 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，只不过300米内我无敌。不知不觉中已经淘汰了7名敌人，距离十杀的小目标越来越近。现在还剩12名敌人，渺渺无空无一人。不出意外，最终的决战就在学校那边。前方有危险，屋顶有人。 侧对面是个3人队，别以为占了我的老地方就真的安全了。A 打 B， 了解一下。脑壳挺硬呀，一发不行就2发，2发不行我换人。总有不抗揍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4号怎么没了？刚才打得太专心，完全没有注意到。 对面倒了2个，还有一个也是破铜烂甲，是时候干掉你们了。十杀到手，非常 nice。现在我们可以说是兵强马壮，势如破竹。除了少了一名提前退出的队友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 2把我方向发现载具，前方有危险，该死，别进入射击盲区，再让你多活2秒。好在我已经做了两手准备，4连虽然没有，但是激光火箭还是有的。哎，浪费感情，还是换上我心爱的烧火棍吧。不对，4号怎么被打残了？救人要紧。 还是慢了一步，真是气死我了！现在还剩2名敌人 ，AWM 也没什么用了。正好4号拿的就是4连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，你就做好躺机的准备吧。根据2号汇报，剩下的敌人就在学校那边，这个距离刚刚好，就让我们欢快的对炮吧。 一时没忍住，火箭弹所剩无几，在我火力压制下，2号已经顺利的进入了安全区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无人机还有2架，哪怕打不到人，也要气势上吓死他们。人呢？快出来吧，反抗是没有用的。13秒，坏了，玩大了！ 就8秒钟了，老天保佑，我要吃鸡！这里应该差不多了，不对。都说人美自有天助，时间卡得刚刚好。RPG 虽然不多，但是干掉你们绰绰有余。什么情况？4连卡壳了吗？不对 ，MC 卡壳了，现在没时间修武器了。 唯一能用的也就只有无人机了，该死，无人机也失效了。
难道对面是光子 VVVIP？ 果然不出所料，又是第二名，真是太坑人了。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们作证，这次真的不怪我。我是杰西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